2月17日，今生有你主演钟汉良空降优酷，宣布作为新员工入职。这位员工一来就准备了多重大礼，扫楼状况空前火热。看一看，太多了。小蛙在人海中杀出重围，成功登上高地，与大家互动。让我们站起来吧。在答题送福利环节，小蛙还皮了一把，现场升级题目难度差点引起大地震。这一刷是我看到你们是不是吃了一个飞的朋友啊 OK 我觉得不太简单，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，叫我们问一下，我再想一个难一点的。我们来个数学题，就是刚刚他回答到戏里面的男主人公叫做聂宇胜，他的笔画有几笔？来，各位告诉我一下。42。来，多少笔？42。27。不对。26。那你看。16，不对，我跟你讲。但最后超会的小蛙用一句土味情话成功挽回万千少男少女芳心，只听惊叫连连。当你看完这个戏以后，你都知道聂宇胜什么事情都愿意为台前做。是钟汉良与李小冉继来不及说我爱你后再度搭档出演情侣，十年间两人 CP 感依旧，赶紧一起追剧体验我的 CP 终于二搭的快感吧。优酷全娱乐北京报道。